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。我们自己的业障，我们自己背，不让卢军宏台长帮我们背。然后帮看一下旁边的这位同修，一九七七年属蛇的，他两边已经肾衰竭，每天每天通过透析来维持生命，请师父帮看一下。 旁边的这位同修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以及放生数量？很可怜，他很可怜，他是还债，他不应该生出来的，他是逃出来的，他是从地府逃出来的。你去问他爸爸妈妈好了，生他的时候本来不准备不准备生他，生多生个孩子的。 意外怀孕，听得懂吗？很麻烦。先给他小房子许一下吧，好吧？许的大一点吧，两千两千一百张吧，好吗？他蛮麻烦的。嗯嗯、的。你问他自己有没有信心啦？ 你要许大愿的，否则菩萨也救不了你啊！因为你本来不该到人间来的。听得懂吗？哦，他已经许愿吃全素。嗯，还不够。对。很可怜。很难呢。他什么时候学佛的？嗯、去年年底的时候。 他上辈子的业障特别重啊，听得懂吗？相当于相当于害人，他不应该到人间来，他到人间来会想报仇的，所以他这辈子一直会很恨一个人。你问他自己对不对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嗯。你很恨谁啊？好像没有了。爸爸妈妈当中，你说老实话。爸爸妈妈？当中恨爸爸还是恨妈妈？ 我没有感觉。你没感觉？你跑到人间来干嘛？我不知道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没多少时间了，很难救他做好思想准备吧。感恩师父。这个是我这么多年看图腾还没碰到过，肯定，肯定很难救的一个人。 嗯，我看看他，麻烦，撑不了多少。哦，那要放松多少条鱼？八个月，他还撑八个月。师傅救救我！我怎么救啊？你逃上来的，本来就不应该上来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自己许大愿吧，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讲吧，好吗？嗯,嗯，那怎么许呢？你去问公修主吧。 他很大的麻烦，嗯，已经判了，他已经判了。好啦，感恩师傅再帮看一个同修，一九四五年属鸡的男的，肠子上有肿瘤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属什么？一九四五年属鸡男的也不好，小房子给他。 念三百张，好吗？嗯、哦，好的。嗯，这个肿瘤我还能帮帮他，可以帮他不会转成癌症，开一个刀就好了，死不了，哦、以及这个放生的数量，八百条。嗯，好啦。好的，嗯、感恩师父。嗯